俗语讲人有成冤，天必将至。一场冤枉之争，害死两条命。信农大帝只是三种药引的救命。什么是善家人家火？六十万信用甲福星丸的后悔药啊！恶霸用半片药啊下冤，敢那得了半条命。半条命是变作活啊！多数用将来冤枉下冤要做先，信农大帝要如何应验？下礼拜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，信农大帝报恩。